们就定位鬼鬼。新手，我可坏可疯可猛，能冰山也懂幽默，但还请别轻易出手。I'm not girl, you know, I'm not girl, you know.但我还是新手，我可坏可疯可猛，能冰山也能幽默，但还请别轻易出手。I'm not girl, you know, I'm not girl, you know.当作养分，去心想偏想说想表达在乎我，不如陪我追剧飙泪，听我的心烦。你问我冷我宠我，都微笑都宇宙。You 但套路太久，但我还是新手。我可坏可疯可猛，能冰山也懂幽默。男孩请别轻易出手。I'm not girl, you know. I'm not girl, you know.就放得下，记得我赏你当作纪念，行了。We are hot to sister like to pop and when it's hot. Give you everything we got, yeah, we start it up.Clap your hands, scream aloud. Sister singing loud and proud. Sister singing loud and proud. Sister singing loud and proud. 你问我冷我宠我，都微笑都宇宙。You 的套路太久，但我还是新手。我可坏可疯可猛，能冰山也懂幽默。男孩请别轻易出手。I'm not girl, you know. 你问我冷我宠我，都微笑都宇宙。You 的套路太久。是新手，我可坏可疯可猛，能冰山也懂幽默，但还请别轻易出手。I'm not girl, you know, I'm not girl, you know.需要喘一下，喝个水吗？还是可以 ending pose？ 好，可以 ending pose。那我先帮你拿一下麦克风，这样子 OK？ 哇，拿到了鬼鬼的专属粉红色麦克风了。好，我们麻烦这个现场的摄影朋友呢，来 dancer 们定格定一下下。那大家呢，可以事先先从右手边看一下好了。来，我到台下好了。好，来，大家右手边先看一下，然后呢 pose 定格，笑容给我们。再看向正前方的平面摄影朋友，他们今天真的是最辛苦了。帮大家捕捉了鬼鬼最美丽的一面。好，我们把感动呢透过眼神传达给他们。正前方看一下下。好，然后呢左手方也麻烦我们稍微微转一下下。对，好，对对对，微调整一下你们的 pose。 嘿，可以动的可以动，手会酸哦。啊，定格都不能动。哎，哎呦，今天这个车马费不好赚啊，哈哈，但没有关系，粉丝们最棒了啦。感谢大家真的一路以来对这个鬼鬼的支持跟照顾，我们非常甘心。左边有人在呐喊，我听到了。左边，哇，闪光灯这样此起彼落。好，大家 OK 吗？好，正前方再回头看一下下。那等一下我们让这个 dancer 们先休息一下，想让这个鬼鬼个人在背板前方单拍一下。
今天是他第一次的签唱会，感觉很紧张，不过呢真的好鬼辛苦啦。好 OK 吗？那团体部分我先结束咯。好，先谢谢我们的 dancer 们，大家辛苦了。今天这个衣服很适合在万圣节出巡哦。Trick or treat。好，谢谢我们的舞者弟弟们，谢谢你们辛苦啦。好，来鬼鬼，赶快趁机喝个水。好，鬼鬼，怎么样？可以吗？你要拍照，对。啊，需要我们协助也可以呼唤我们，好。来啦，可以啦，鬼鬼，发挥你的时尚感哦。潮流的极致，正前方 pose 给我们，眼神给我们，这就是呢我们最喜欢古灵精怪、时尚度破表的鬼鬼。这一次为了新专辑，真的找来很多很多厉害的一时之选的团队来共同打造，摄影团队、造型团队、视觉团队、制作团队，每一个都是最强大的。好，就麻烦鬼鬼照顾一下360度，啊，换一下 pose， 对。立刻 Q 啦！你看，你要摆 pose 是考不到我们鬼鬼的啦，依旧高哎。可惜今天 Pico 太郎没来啦，那个好难哦 ，Goody Gummy Goofy Gummy， 好，你看啦，水蛇腰啦，有没有？你看我们的核心多厉害啊！电到没有赘肉了啦，我的个动态哈，来拍个 boomerang 哈 ，boomerang， 耶耶耶，有有呀，好，可以吗？好 ，OK 吗？谢谢大家，谢谢。哎呦，有一些好朋友们是不是？我刚好对对，今天好多这样，但我想要先谢谢，就是今天来的各位，因为今天下雨，对，我只是觉得很感动，因为下雨真的非常的麻烦。然后谢谢现场的媒体大哥大姐姐们，就是你们穿着雨衣，然后我的粉丝们，然后我的朋友们，谢谢大家辛苦了，耶！谢谢鬼鬼，也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你的照顾跟相挺了。不过老实说，这是你出道15年第一次的签唱会哦。算是正式专辑的第一次，对，正式专辑，对。然后今天真的因为下雨，真的是人都不知道去哪了，真的快过来，快过来，对。歌手自己在号召说，但是他们下面的人千万不要感冒，就是我希望今天大家等一下结束赶快去买一杯热的，对，因为我刚刚其实想帮你们买，因为现在买有点来不及，所以等一下希望大家赶快去喝一杯热的，不要感冒。隔壁 Lady M， 哦 Lady M 会的，然后鼎泰丰买一个那个牛肉汤，哎呦你很会，鸡汤也可以啦，鸡汤也可以，对。但是你刚刚这个唱跳第一首主打歌 Go 真的是听说这个舞蹈核心肌群都用上了哦。对，就是又要又唱又跳，今天是第一次算是面对粉丝们然后唱这首歌这样。刚刚这样子一遍唱跳完之后，对自己的表现觉得如何？可以吗？下面的朋友啊，他们说可以就可以。你要问一下好朋友们说可以吗？他们敢说不行吗？我的朋友阿喜跟李佳颖，我刚可以吗？啊，可以可以，他们有说赞啊，对啊，我的好像干女儿也有来，真的吗？然后干弟弟等一下也会来吧？哦，是哦，所以今天是大家等于是一个好友的聚会，同乐会啦。对对对，对。但说真的，在等一下真的有好友要来帮你送礼、跟送上祝福，是谁？唔知，不能说，天机不能泄露。是谁？但是鬼鬼，你先跟大家讲一下 GX 专辑是不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曲风，希望跟大家做分享。就是 GX 是一整张的首张专辑，然后它有各式各样的曲风，然后这张比较偏美式，然后希望大家会支持，会喜欢。不好意思，下面两位有人在拍你们，要露出点笑容，谢谢。对，然后今天嘉宾不是阿喜跟李佳颖，他们是真的是友情，然后来陪我，所以你们还是以为他们是嘉宾，这是一个误会。真正的嘉宾有妆法过才来的，对，有妆法才来，是不是？对，而且他们长得比我还要，好像听说帅吧？哦，真的吗？但我不知道是谁，搞不好比你更美艳。我觉得正常应该会找个男的嘉宾哦，因为女生要搭男生嘛。对对对，对，那不啰嗦，我们是不是得把他们 Q 上来？可以哦，这两位跟你有着革命的情感。是谁？是谁？我爱黑社会，就认识他们到现在一辈子的缘分。王子吗？
要来欢迎的是模范棒棒糖，欢迎谁啊？有六个，还有阿伟啦，还有威廉啦。今天第四的嘉宾是我的干女儿，干女儿来了。姐姐啊，哦，不用飞的，姐姐，你要送给我送礼物啦。哎，有没有麦克风？来，我们嘉宾们的麦克风啦。老少咸宜，对呀、啊，怎么样？哎哎哎 ，Hello， 今天还买大送小，买大送小。我刚刚是逛百货，然后带着七小过来这边，是来中秋节，就发现干妈在这里，有没有叫干妈？啊，叫姑姐。哎，不过这你人来就好，你干嘛带凶器啊？哦，对，这个是干嘛？因为今天呢，其实我们个人任务呢，就希望他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俨然就是一个小天后的架势。哎呦，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我们希望说，哦，他就可以送给他这个神力女超人的一些配件，让他好上加好。对，喜上加。这个是不是玉明哥帮你想的？哎，对，玉明哥想的这个，所以这个其实呢，他把它翻过来也可以回去当做锅铲使用。哦，平底锅。平底锅。你说有这样子吗？来煎蛋这样。对对对对对。OK， 好。谢谢今天我的那个嘉宾，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了，对不对？我跟你讲，超级不神秘，因为我这个宣传集见最多的男艺人，就这两个，除了吴尊，就是他们两个。但是我不知道吴尊还没到。OK。对，所以我今天很感谢他们，他们算是从小陪伴我长大的人，然后一个是真的有私交，一个。是吗？也还好，没有了。我们最近渐渐在教，对，渐渐，因为他有支持我的舞台剧，然后我也支持他的综艺节目，三国志时尚玩家，然后我也很支持，就是阿伟的点点心跟泰心，啊，对，餐厅。浅浅，你有什么话要跟干妈说？祝春季大卖，点点心。你可不可以不要每一个东西都宣传自己？我觉得这年头敢找我宣传的人不多了。自从吴克群找我宣传之后，那整个洛希极限都被盖掉，没有错，完全变成是点点心无极限。对对，那这一次就是要，那我这个不会就变成我这个专辑会不会就叫点心？点心，应该你会不会考虑其实来一个冠名赞助之类的？有啦，他有买了一些食物给我们吃，我等一下可以就是给大哥大姐们吃，对，分享一下这样子。哎，那不啰嗦了，我们请工作人员先帮你们保管一下麦克风，神力女超人的剑跟盾牌都送上，好不好？不能免俗，要先拍个大合照，好不好？来来来，跟着干女儿也一起哈，来一起一休尼啊！今天大小神秘嘉宾都来了，而且有这个干女儿的出现，表示就点点心可以吃到饱啊！哦，太太也有来，对不对？对啦，等下去这个附近的百货公司。来，我们四位看一下，我们从左手边先看一下。谢谢，真的是从鬼鬼是小女孩的时候就一起玩到现在。嘿嘿，来正前方看一下，来正前方看一下，哦耶！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吼，这种在小孩子时候，应该说是青少年时代认识的朋友，那个友谊是最坚固的。到现在也要谢谢威廉跟阿伟，也特地真的是来这边帮鬼鬼的首张专辑好好的支持一下，也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了，真的是见证到了一段美好的友情。好，来正前方看一下下。感谢，来，那当然了，等一下还是要聊一下天。听说今天两位大男孩有任务要解，鬼鬼有任务要派给你们。哦，有任务是吗？对，什么任务？那个听没有蕊到这一段，是吗？哦、是吗？要跳啊！有，哦有，是，对，是，咕咕 game 嘛，来，对，哦，要跟现场的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跟 Pico 太阳的那个 Google Game 呢，刚刚已经 MV 正式上线，大家如果回去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哦，那个舞蹈蛮可爱的。对，而且非常的简单。我现在要教这个两。你眉毛粘在头皮上，这是正常的吗？我好像把它抠下来。不是，那是我专辑的眉毛，你看清楚。造型啊。哦。对，专辑的眉毛。这个要卸很久吗？这叫够够眉。够够眉。是野生眉的进阶版。不是 Q。会修掉啊那样，不是，因为我刚刚看到很多消防员在台上啊，顺对不对？不是，是够够没。然后我现在教他们，就是这个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学，非常简单。OK， 你们知道抓吗？抓，这个会，抓。你怎么讲起来有点猥亵？不会，抓了解。OK， 抓，抓左，抓右，抓右，抓，交叉，
抓脚上，不是抓脚底。然后抓交叉，然后右拐，后拐，出右拐，左拐，打人打人，加油，加油，加油，然后甩马鞭。哦哦哦哦哦 ，sexy 啊！你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要好好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什么，这个是这个你可以往前动，也可以往后动。哦，哎、哦欸，往前怪怪的，威廉，威廉，你不要往前，威廉，千万不要往前。OK， 往前呢？往前。他这个动作会哎、欸，不好意思，这有四岁，请麻烦转身，转身，转身是不是？你怎么会舞蹈方面请教我们？哦，对不起，因为他刚刚一直在跟我对话。对，因为你有发现你在顾小孩。他对，所以我现在开始要跟他聊天。哦，当年其实鬼鬼的这个状态大概就像这样子，我们拍戏。OK， 没关系，我们就让浅浅去，因为浅浅是个自由的孩子，我们就当做这是一个配音。对对对 ，OK， 我们就这样，抓左，抓右，抓交叉，交叉，交叉，右拐，左拐，加油，加油，甩好耶！哦耶！哦，口诀，口诀记起来了吗？好，抓左，抓右，抓交，哎，交叉叉，交叉叉，交叉，抓左，抓右，抓交叉，抓交叉，右拐，左拐，加油，加油，甩马鞭。预备开始。抓左，抓右，抓交叉，抓交叉，右拐，左拐，加油，加油，甩马鞭。OK， 对，我一句话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样这样？抓左，还是我唱小嘟嘟给你听？也是可以。Baby， 下嘟嘟嘟嘟，不要不要不要焦点，不要不要。所以我们要跟着这个舞蹈来转。对，我们下一次会有音乐，对不对？我们会有一段音乐，然后大家就是那个抓左抓右，抓交叉抓交叉，右拐左拐，加油加油，甩马鞭。好好好，大家以后有空可以跟着一起跳，好验收一下。当年没有一个队形吗？我来，你在前面，他站在我们中间，这样很危险，你不要下去哦。小心。我们过来，对他过来这边。好，等一下我们去找妈妈。对对对，找妈妈。妈妈在哪里？啊，没有，我的小保姆在这里。来来来，找找小猪，小猪。那小心。阿伟现在有保姆，也会有司机，你知道吗？哇塞 ，CEO 果然不一样哎。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本身就是那个司机。好，我们现在配音乐来一次。好，你们队形要那个要站开。你要往前。对，不然你左拐右拐会打到人啊。左抓左抓右。好，准备喽，音乐准备好了吗？好，再等一下，再就抖一下。威廉可以吗？所以真的，我要问一下，两位男生，你们看到这鬼鬼这样一路走来啊，从那个当年的小女孩，现在可以 MV 当中美艳、性感，也可以有姑姑给你们这种比较大。而且一路走来，我们发现，我们从一开始跟他一起出道，到现在从后面帮他伴舞，就知道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对对对，我们这个 Lollipop 已经往后退很久了，有没有？但没关系，不管怎么样，友谊不会变，友谊不会变。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正在切副歌啦。大家可以今天回家可以帮我分享我跟 Pico 太阳的姑姑 Game， 因为 MV 已经上架了，在艾贝克斯的 YouTube。啊，对，好吗？好。好，而且鬼鬼好像有一个互动式的网站。好像有一个互动式，但我还没有。我不知道那个网址是什么，但是等一下会公布。好 ，OK。还没有背。音乐准备好了，音乐准备好了，可以了吗？好，听音乐，准备来三人版本的 Google Game。Listen Google Game， I'm ready。加油，加油，抓交叉，抓交叉，右拐左拐，加油加油，甩马鞭。Google Game， say it。加油，加油，抓交叉，抓交叉，右拐左拐，加油加油，甩马鞭。哟，哎呦！哇，各位，两位台湾版的 Pico 太郎有没有？哎呦，很对啊。OK， 就这样。这个舞步呢，只要你们会这样，整首可以跳到结束为止。哎呦，这个太贴心了。这是专门就是像介绍给像威廉这种智障。对对对对，专业的舞者，专业的舞者。当年我们差不多都是智障，很明显现在已经进步很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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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你是哦啊，那时候我是智障，他是智障，不是不是不是。错，这个人不太会聊天，不好意思。你要不要先回家？来，我要不要先回家？Q 出来喽！我以为还有节目在录，不好意思。没有，现在就是平面，平面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你要对动态的说。哦，有啊，有动态吧？来说拍他。好，你讲。我怎么样？啊，你又不讲了。好啦，我觉得今天感觉很可爱，你们两个人也这个下海重温当年 Lollipop F 的
肢体动作，但我觉得真心诚意，你们要给鬼鬼的 GF 专辑加油一下啦。好 ，OK， 我先好了。其实我对于鬼鬼，就是自从黑社会妹妹到现在，算是一个小天后，我觉得就是非常。没有了，我不敢，我不敢，还没在努力中。OK OK， 小妖后。哦，这个小妖后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纪念的，看着她一起成长，那希望就是她下一个阶段可以尽快成家立业。啊、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美满的一个结果。向你看齐啦！是没有强迫人家大家一起成家立业，是对你讲过，对他跟我讲过。来来来，换你换你。哦，我觉得其实看着鬼鬼一路成长是非常非常感动，而且他不断的其实都会花很多心思。投资在自己，不管是他的音乐，不管是他的戏剧，或是他所有的作品上面，我可以，而且他每一次的这个专辑的都是一种跳跃性的成长，而且就像刚刚讲，他真的俨然就是一个小天后了。那希望我们可以在未来马上的未来的一年时间，可以看到他开个人演唱会。啊，这个我完全没有想过，你不要说。我没有想过。有机会啊！今天就这样子立下这个约定了。讲出来。我不要。怎么样？我不想去小巨蛋。又来！我最起码会有一个粉丝支持你。Go！ 我们写一二三 ，Go！Go！ 是不是 ？Go！ 好可爱。好了，谢谢他们今天来给我当最不神秘的神秘嘉宾。对对对，也带来这个意外的小小惊喜、小亮点啦。谢谢可爱的干女儿。对，那要请我们下去了吗？对啊，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站上了。回家，还是我下去，你们在上面跟他们讲。终于轮到我们在上面了。最近宣传的什么？我们最近呢，其实呢 ，Lollipop， 好了，我们下去了。好了，我们下来了。好了，我们真的谢谢大家，谢谢。最不想要表演，神秘嘉宾，你是不是想要表演？不想走？你想要表演吗？你要给你，还是我给你拍一个独照？好了，拍一张照，拍一下照好，你一个人，然后我们在旁边这样。大家拍一张照。耶！看这边。各位摄影大哥，不好意思。敷衍他一下就好了。真的真的，大家可以读到小女孩的心愿，小女孩的心愿。哎呦，感谢小小巨星啦！爸爸等下去塞红包给大家哈。好可爱哦。对，恭喜恭喜，我们今天第一天出道了。目前还没有任何的经纪约，好，所以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等下在后台洽薪吧，请洽薪吧。对，找干妈也可以。好啦，我们真的很感谢两位啦，这种就是好友们的默契，对不对？对。好啦。谢谢大家，然后等一下会帮大家签名，然后署名一个字，大家想好是什么字？对，鬼鬼你还不能走，你还要唱歌啊！哦，对，没有第二首，你要不要先回家？让他们两位先回家了。好，我们先回家了。对对对，还有歌要唱。谢谢，再次谢谢威廉，谢谢阿文，辛苦了，谢谢大家，支持他们哦，哈，支持节目，支持点点心 ，Thank you， 谢谢，拜拜，跟大家说再见。好 ，OK。真的耶，在台上跟他们这样聊天，很容易忘记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我以为我就要唱一首歌。对呀、啊，你还要再唱一首新歌。我要再唱一首新歌，叫做你要不要先回家？大家不能回家哈。但是不是叫现场人回家？是这个歌名叫你要不要先回家？对，也搭配了一个很好看的 MV。对，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好，所以呢，准备好就是我们就要欢迎歌手鬼鬼喽。OK， 我准备好了。OK， 来，我们欢迎吴映洁哟。借我手吗？另外一只手好了，左右左右。刚出门就赶时间，脚步一变半只天。谁对你赖？感情不敢想字面，理解不到心字面，拜托多一点自觉。我不会是你的新欢侣，这点你要确实的记在情歌里。你不懂靠感觉来打个板，是我主动，主动主动，没有完全理解的浪在谁旁边？
休息补妆一下，然后台上平面应该 OK 哈。好，我们等一下坐下。谢谢大家辛苦了。电子媒体联防，谢谢葵葵。See you later， 等会见。好，等等见哦。